现场的李局长、高队长，还有陈分局长，以及市府的所有团队的各局处的长官，还有现场的台中市民父母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小松老师好。我今天是来评审的，绝对不是来跑跑跑的啊。那个跑跑跑了，最近出国旅游去了。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我去年也有来，去年我还是特别自己邀请这个李局呢，再邀请我今年来，所以今年啊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这个局长啊。这一次呢，我发现呢，参加的选手啊，每个都是少年英雄，比去年啊的那个程度啊高很多，每个都是人中蛟龙，个个都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这超惊讶的，一坐下来，从头到尾14组，从头到尾没有冷场，每个人真的是拿出了看家绝活，最紧张的都是他们父母都坐在后面，哎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看国中生就参加啦啦队，你看又要攀高又要翻滚，哎，可见得啊，他那个5个队员的当中的父母啊，心脏都很好，哎，身体都非常健康，台中是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地理环境最棒的一个地区啊，父母的健康支持小朋友用正能量的方法啊，尤其是警察局特别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用正能量去支持，让他们能够反毒反诈反黑，然后远离这些所谓网络的不安全的地区啊，来举办这样的活动，所以使得这些小朋友少年英雄那个去参加多学一些才艺啊，个个都是才艺精通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今天跟那个陈副队还有那个伟哲，我们分数打到不知道怎么打，哎，这个分数最多满分只有100啊，我们三个人凑起来只有300，但我们心里都想打到500分，这就有点困难。所以我们在赛后呢，我们三个人又做足了一些比较讨论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遗珠，因为每一个真的都是第一名啊。那当然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、场地的关系，难免都会有一点小小的 miss 啊，就疏失，但是不在话下，每个人的基本功都非常非常的棒，唱歌的也好，跳舞的也好，打鼓的也好，翻滚的也好啊，个个都是这个是算是今年表演了一出龙腾虎跃的好戏啊，好戏，所以我们还再次掌声给这些选手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待这个宣布成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明年第4届我应该还有机会。太棒了，那也要颁给小松老师全勤奖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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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松老师，谢谢。